必重新得力。新兴宠儿啊，我们看到台下的姐妹们都拿着我们的手机啊，非常的热情的在摄影拍照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撒那，哈撒那，哦。少年人也要披发过人间。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少年人也要披发过人间。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呀，我的必重新得力。但那等候呀，我的必重新得力。但那等候呀，我的必重新得力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展翅上腾。我们有鹰的生命，有鹰的眼界，飞得高，看得远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是的，我们的弟兄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，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也不疲乏。我们盼望在世界各地都有弟兄赞美操的成立。等候耶和华，等候耶和华，必重新得力，必重新得力，必重新重新得力，必重新得力，必重新得力，必重新重新得力，重新得力。被重新的你，嘿吼嘿吼，被重新的你，嘿吼嘿吼，被重新的你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啊，我们要从这山到那山，传遍神的名，哈利路亚，何塞纳，何塞纳。感受到台上台下的地板震动，如同天地震动一样。神再一次来的时候，要震动沧海和旱地。也要疲乏困倦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们平常工作非常的辛苦，又要照顾家庭，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，又要在外面打拼。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分别为圣的时间，在清晨及早醒起来跳赞美操，引领他们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。因为弟兄是姐妹的头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头对了，全身就对了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如鹰展翅上腾，却不困倦，行走也不疲乏，奔跑也不困倦，行走也不疲乏。一起来，等候耶和华，是的，耐心等候，必要欢呼。耶和华，等候耶和华。重新得力，被重新得力，被重新重新得力。再来一次，被重新得力，被重新得力，被重新重新重新得力。